Hello，大家好。最近有不少的小伙伴遇到了这个 Google Play 的这个 payment 被限制的这个情况。那如果被限制的话，就是冻结的话，一般是35天，它会进入一个调查。你要提供详细的一些身份验证和相关的内容，然后呢，也不是100%能够被解开的。当然，这个谁也受不了。就那这边的话，具体怎么申诉，建议大家可以查一下我们公众号的文章。然后这边的话，给大家3条建议。第一条就是在申请 Google Play 账号的时候，尽量用真实的这个公司名或者自己的名字，这样在万一出现问题的时候，你可以提供真实的信息，可以去解封。第二个，商业 ID 和应用之间啊，就是你的多个应用，如果在一个账号下，就要用相同的这个商业 ID，也是帮助到你去解封的时候可以提供。然后第三条，你的主账号就不要再用虚拟了。如果你是要用多账号的，有些实在弄不过来的，你用虚拟账号可能可以，因为如果遇到你的主账号被封，用虚拟账号是肯定回不来的。那在这里的话，也可以看到平台在最近的无论是下架、冻结支付相关，那这些来讲，对于大家通过多包的方式去运营，其实这个压力就会越来越大。那最后的话，还是我们的今年的结论，2023年，大家还是要学会 App 和 Web 2条腿走路，好吧？谢谢大家。